你要喝吗？草莓牛奶。草莓还是香蕉？草莓啊，现实的。好，草莓牛奶。嗯。然后我爸之前还跟美华泰老板一起合作开，就是合作一个活动。嗯。那我爸想出来，就是那时候 BBQ 的年代，所以我爸就说跟美华泰老板合作，就是只要客人有消费，不限金额都抽红包。然后红包全部，基本上所有的奖，都是送你一支 BBQ。但是以前 BBQ 的年代是你要有门号才拿了一支 BBQ 才有用，要不然只能当拿来当闹钟。所以，那以前 BBQ 的年代也是跟现在一样，不是过手机没那么贵，是绑约贵，是赚店家是赚绑约的钱，合约的价钱。所以就变成说，你抽到这个红包都是送 BBQ。对客人来讲，通通有奖都是 BBQ， 然后客人会觉得很高兴。然后我爸就说，哦，你限定三天内或几天内来买这个 BBQ。我可以赚到门号的钱，佣金。我送你 BBQ， 可能成本1000块好了，但是我赚你20000块的那个佣金，说不定。这个是比喻，很厉害，谢谢。那我爸的头脑超厉害，然后那个老板也很乐意啊。那难怪你爸会跟他好。那个老板也很乐意啊，因为我不需要什么成本，你就帮我想一个 idea， 然后那个 idea 还是我不需要花到任何的钱。要吃泡芙吗？可以啊，要吃看吗？有啊，哦，好。买个，来鸟蛋啊！你好，我爱菜。好。一串多少？15。好。谢谢你。不好意思啊！小心了。15。哎呀。掉订单没关系，谢谢你。你要没关系，你要吃吗？不要，我拿着。然后我拿，可以。啊，真的啊，我拿。没关系，你手放。你手。是。那我觉得我爸超厉害，没有到刚接的那么厉害。老板来着，他不需要什么头脑，然后就有一个活动出来，然后那个活动他也不需要下场。只要印毕业的时候多写几行字，然后在上面买那个红包袋，然后贴一个墙壁这样就好。对啊，然后 BBQ 的成本是我爸的。你要香酥棒吗？闻起来香酥棒。是。我觉得这家不错，跟别人家比较难吃。还有一家吗？有啊，身边还有一家，25块。我还真的不知道。我大概来三个夜市，我大概来三个夜市，每个必吃的就是蚵仔煎跟香酥棒。你说那个蚵仔煎？唐人街那个。你喜欢吃香肠吗？这个还没吃一样。这家香肠好吃。这家吗？这家。要试一下吗？那个好吃。你好好吃不下。而且，我每次看他烤香肠，我都好心疼。他用生命在烤香肠。那个癌，那个戴口罩吗？不是，那个手，他直接下去碰的。就讲，反正因为烫吗？我看起来就很烫啊。可能他这样碰，就是他这样子很细心的去顾到每个细节，所以超好吃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要不要去买一根？呵呵呵，还有什么想要买吃的吗？没有哎，因为我觉得吃完可能就差不多撑了。还想？不知道怎么花，大家都花在我们小孩身上。
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到大学毕业都没有去打工，哎，都是要烦恼钱。然后就算有大就学贷，我们毕业都是还钱，因为我们是完全没有负债的状况下。所以你爸对其实对本很好。你想要想一下哦，房子虽然说强迫你们买，可是你要想一下，这将来的东西真的是你们的。对啊。啊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没房子差很多哎。但反正我现在背了要死要活，有可能还会掉价。没有啊，不论它是不是掉价，至少那是你的啊。嗯、啊。现在讲真的，现在有个房子给我跟我哥背，我们两个一定肯啊。我说，因为我们就也没办法买啊。对啊，头款存不起来啊。因为付了租金，基本上头款就存不起来，所以为什么那时候碧豪跟那个瑶啊，他们就说我应该租房子就好，不要买房。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是，我再怎么样，我可能都以后的薪水如果没有高到很夸张，你可能也存不了头款。对啊，就每个月在付租金就付掉。对。但是我薪水可能不会变多，我薪水可能多一点，好了，我薪水可能涨到4万块好了，嗯，给我涨到4万块已经很厉害了，通常都可能3万多，嗯，如果薪水真的涨到3万多，我现在才2万多，给我涨到3万多哈，那我租屋也要租1万多吧，嗯，你也没办法买，你也没办法买，而且现在外面虽然说我的生活过得比现在好，嗯，我生活用我等于说。比如我赚3万，我花15000在租房子，我还有15000可以生活，嗯，生活品质一定会好，嗯，好很多啊。对，但是我存不到头款，对、啊，我永远存不到钱，对啊，存不到头期款就算。我老了之后，我还要被房东赶。你要先买吗？我老了之后还要被房东赶。对啊。对，这才是重点。对啊，我才说，所以我才跟你说，你爸真的对你们很好。他有一点逼着你们走向正确的路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的方式错。没有啊，就是他的出发点是好，但是他常常会用错方式。年纪长的人都是这样。我觉得你对的事情，我就算驾着到逼你做，我觉得我还是要逼你做啊。不好意思。小心哦。走，往上。我要问店员。你要问有没有那个东西的？不是，我要请他订。可是我该怎么跟他讲？你们问一下有没有这个牌子可以订的东西啊？我只是有带，你有带吗？那有一个没空没事的。他就会送一本过来给你，然后我在这里做。包包给我，给我。包包给我。不是，我要那个单。我知道。我要里面的单。没关系，你东西拿出来就好，你不要背那么重。把你的单子拿出来。等一下哦。我要订猪油文化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订，你要吃猪油。你们俩什么事情要忙吗？嗯，没有。
我要买这个本，只是比较小，这个太大本。我没有要上去找。没有，我要直接请他帮我订，这边好像没有货，然后直接请他订。嗯，所以型号那个有。就我直接问那个厂商，然后请厂商给我调编号。很屌哎、欸，你很屌，你买东西都跟人家不一样，你还请厂商订，然后送来这里，看你还真他妈屌。这边，因为它其实是九月出版的书，嗯，九月就出版，只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来买，所以到现在十二月底到明、快明年，因为那是明年一月一号，可能他们库存都没了，所以我请这一请我打去租友，直接请厂商去查这边有没有现货、嗯，他说没有，我说那我可不可以直接下定？因为他说他们也有官网可以下定，可是比较贵，嗯，官网可能一本100块，嗯，这边我只要买80，那为什么不在这边买？哎呦，你我售价105，105，哎，我就前面开单给你。好，先付钱吗？要先付钱吧。量价钱。没差了，轻一点。轻一点也好啊。就是可能会有价差，就是对。没差，没差。哦，叔叔皮，105，不用啊，我自己拿好了。因为我要的是里面的粉丝。喂。所以我要跟他讲金星发的。三合店。三合店。对。可以帮我备注在单子上吗？我明天打算去告知一下那位副小姐。所以你还要送去那个？你明天要联络他吗？我联络苏小姐，就是都有文化的苏小姐，就是你们这间店。哦，好。嗯、因为我跟他讲中央北路，他好像不知道。对，他们只有那个。他们可能只知道什么店什么店。对店名、嗯。他们不太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。嗯。105。有，请在旁边，麻烦你。谢谢。谢谢，让他看一下哈。好，收起来，我也没东西说。直接往上。我死，干那北南天，头壳想给你扒下去。我最讨厌他乱塞东西，混蛋。耶、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要再找这一本，就一样去年一样十二月才在找这一本，结果找不到小本，只好买大本。我找了这一间，然后还找了三重的光南，然后跑到台北车站的光南，但、都没有小本，只有大本，所以最后只好被迫买了一个大本。最后我就打过来，然后他说他们小本的也卖完了，可能要调货，要从南部调，调回台北，所以就是。因为他们小馆在一样在南部的经销商，就像手机经销商，嗯，贩售，那全部上架了啊，全部上架，标价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上架太麻烦，这样相对就比较，我们家调货那个成本就根本没有，我就跟他讲说那没关系，给我大，就是比较大赛，他就调一个这个那个，现在用的是但是我还是觉得。嗯，然后包包全部变成送，不会啦，你包包里面塞的一半以上都是雅给的，没差。现在很胖。
你又没有精警过他，请问你有精警过吗？没有。对啊。有啦，精警过里面很多。你那个钱交支出了，所以回家喽。嗯。好啊，然后回去休息一睡啊。主管吗？没有。嗯，有啦有啦有啦。嗯。有你在，对不对？吃什么都饱。最好是。嗯。干，不会配合一点的，妈的！讲好听话，不要骂人家呛你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不要。对，从认识你就觉得你一直被呛，就你又不是那么惨的，你干嘛要这样一直呛？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讲？我知道啊。对啊。那没办法。结果原来你是 M， 喜欢跟人家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是 S。哦 ，S。我绝对是 S。你绝对是 S。为什么看起来你比较偏向 M？想要人家呛你，话之哦，计较哦，是是 ，OK OK， 计较，哇塞，这么高，要零，那个叫 tab， 第四台的对端，通常不是这么高，一般哪有那么高？一楼接二楼的地方，一般大概是这一块啊。就监视器这一块啊，我们该支付的这样，不然就是这边的不给打。嗯，好啦，送你到家啦。嗯，好啦，你保重。我车在这，给你一个任务，帮我丢了车。好哦。嗯，我们刚才制造的，这里还有一点。靠呀，我车在那边，我以为这还是我。没有看到蓝色，看到蓝色就想停车了嘛。Sorry， 来，因为我觉得行不对，okay. 我没有记车牌，但是我想说行不对，应该不是你的，只是想你说是你的，那就是你的。我以为，好，早点回去休息。你也是。我等一下回去休息一睡，今天跑一天很累。你今天到底要一个人跑吗？没有，跟家里啊。哦，我想说。对，就去拜拜，先去奉天宫，然后又去一个他妈的，哦，那是那个很厉害，戏子秀天宫。跑到骑车。开车。可是很高很累，好了，你是走路走得很累吗？没有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没有，就是你一整天行程是这样跑下来，没有休息啊。你又不开，你又不会开车，我不可能坐在旁边睡觉啊！我要跟我哥聊天啊，我怕睡着。聊天有什么好累的？很累，因为昨天也很晚睡。昨天几点睡？一点半。为什么一点半才睡？就用个东西。又在房间，没有打电了。我现在每天都会做一个生活，就是我都会传。我现在每天带着这一颗是假的，我就每天就会录，然后不论是不是骑车会出去。需要多久？你骗笑。看，我要整理资讯，你直接没？你以为就哦这样子拉一拉哦上传哦就这样？对啊，不是，我是拉过去，好，那就没事。好不？好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。好了，拜拜。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拜。大家讲一下。没问题。
这是新的广告。今天刚接的。今天？哦。你去阿树那里拿的、哦嗯？还是去瑞安街？我不是去哪，去遇到一条不知道叫什么。哦。哦，我想到今天群组有人在讲，去他那里用那个可以拿鸡排啊，对吧？哦，我是原本想要去瑞安街领那个围巾啊，看看有没有。哦，围巾。哦，就有一个包巾啊，然后上面是熊猫的图案啊，对吧？我想說，这个看起来蛮新的、啊。要看他哪里啊？烤羊。啊，在。他说我这样啊，回，然后拍照回报500块可以拿。你可以拿，还是他可以拿？可以。哦，那就好。我想要靠腰，你帮他拍，还是他拿靠腰？哎，没有啊。他拿我的过来了。真的。他应该也有的。不然。他应该也有，不然他不会做这么笨的事啊。除非他是队长或英雄啊，对啊，只有队长跟英雄才会义务做这些啊。